一个老粉丝要结婚了，需要装修钱。我们先来一批啊，这个80级的后排啊，一样能给你搞出一个装修房子的价格。如果出现超级简易三属性，光指望初级别，那概率太小了，万分之一啊！虽然这现在也差不多啊，超级简易加那个三属性也是万分之一，装修房子，给叶落装修房子，装修。第一个装修好像装修不了啥，只能买一个条状的一半啊，买半拉条状。下一个装修啊，能买一个条状了啊。下一个装修，这个装修啊，这个也装不了啥玩意儿啊，能买一个把打扫卫生的抹布啊，抹布已经有了，好，两个抹布。再装修，哇，三个抹布，哇，这家里面兄弟们。装修完房子是吧，得买一堆抹布啊，来擦，到处擦一擦，洗一洗是吧。再来一个，哇塞，这什么鬼呀，这是气血恢复成堆了吗？啊，能买个三分之一的拖鞋。下一个双气鞋， OK， 双气鞋可以买一个啊，买两双拖鞋。下一个好，又一个两双拖鞋啊。好，家里面四口人的拖鞋都有了，兄弟，四口人的拖鞋还有吗？哇，超级简易防御气血抗封印真的来了，这么简单吗？我的天哪，我的装修钱真的来了，说装修就装修，这就是狗托之力吗？哇塞，这歪了一点点，要不然就不是几万了，要不然就几十万了，兄弟啊，差一点就几十万了。全服只有五个，那这东西就可以慢慢卖啊，不着急。这东西是不好出的，是真的不好出。它比五级别来讲的话，比五级别还要难出一些，我觉得。